这情况干嘛的？像个卖对联的。这回玩意儿，咱俩人多归队子。那多队子的规矩，你懂的呀。一三五公论二四要分区，这是行家。这个多队子，我常给人写呀。您在这说相声的，这写不对的。您要让我给写副对联呢，听您这上联，听上联。两股谈心喷细雨，惹惹哄堂大笑戏台圆，千般演戏千般意。好，下联论事说书句诗言，偶斗众位俱欢，说前套一日正来一日还。好嘛，横批呢永远福利。这老张没完呢，不累。那是啊，再说说您再给写写。干什么的？像咱们这女伴儿，您可写不对了。女角啊，改园子的。哎，穿红挂绿见天娇，满庭如春娇金玉。好，下联，郭子梅兰生过妹，金雕牙板唱旧歌。好，横批老了。二文，老了就不成了。对喽，您把这个雅的烟馆给写不对了。雅见烟馆，哎。孤灯一盏照尽平生事业，下联短棒半根打倒无数英雄。好，横批永不让开。对，这阵不让开烟馆了。对喽，卖煎饼的您可写不对的。卖煎饼的也写对的。哎，你这都是卖不行啊。听您的，听上联，撑船面积花开大。好，下联风多向少，风卷上长，长比越吃越短啊，再吃没了，哎，对不对？这倒好，您把这毛病给写不对的，毛病也写对的。哎，您听上联，听你的，进门来呲牙咧嘴，怎么了？憋着。下联出户去展眼出眉，好，横批先拉后擦啊，没先擦就回得拉的。对了对了，您呐，怎么您把这火车的写不对的？我没跟你说过，火轮车还接对的。写，这不是我给您写一副，听您的，听上联，这个火轮车呀，哎，一水温本行千里。好，下联借火成行路万人。好，横批就怕出辙，别来嘛了。